王宗明，现场好。秘书长张秘书长，秘书长啊。副议长刘明阳，副议长好。陈顺光。张登天，小队长陈彦文，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食物能力上获得更多的成长，提高自己的技能。张登天，民国85年毕业，服务至今19年，会不断的提升自己工作的素养。小队长陈彦文，101年，回到了马祖服务，继续自己做对做好。小队长陈明诚。其实自己作为表率的军委，有既是陈文祥，小队长陈书虎，队员陈胜利，有队员陈世华，好，请向前颁奖。这一份的专业的是非常难得的，所以说我给你们比一个量，这个过程处理得很好，马上送到医院。所以说从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消防局，我们的消防人员是平常是训练有素的，像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，地区来讲是一个创新。以前火灾的时候只是一个房间或一个房间，那以前的情报其实是各家各户会响，现在联动式的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，那所有的住户在地，随着我们地方的发展，我们观光的行业有很多旅游的客人来到这边，很多车祸的意外，也有身体疾病的意外，但是第一时间内都是要请我们消防局的同仁做救护的工作。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我是希望我们要把这份工作要做得很彻底，